好，同学们，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初中三 Form Three 登高当迪哥第一份的 Set E 的这一个复习考卷，for 这个年终考试的。OK，这一份考卷里面涵盖了三个 Form 的东西：Form One 的一到六课，Form Two 的一到六课，Form Three 的一到五课。所以盼望说这一部分的课算是我们 BT 三或者是初中三的考试。OK，整个三年的考试的一半呢、啊、？OK，因为你看都是半课、半课、半课的去考。OK，我们鼓励大家先完成后进入批改视频。OK，先自己尝试做一遍。OK，把该写的答案会的每一个题目看一遍，然后才进入批改讨论视频去做批改。这样最起码知道自己在这一份考卷里面拿了几分。哪一个部分是比较弱的？如果你是看这视频去处理的，很抱歉的讲一句，你不会知道自己的程度到哪里，这样老师也没有很实际的可以帮到你了。OK，所以我还是鼓励，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完成的，好不好？你先去做，每一题看一遍，每一题都让他有一个答案，依照你所知道的去做。OK，尝试去做，不要一来就放弃哈。OK，好好的加油。好，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我们的批改视频了。OK，第一题，antara berikut yang manakah ialah faktor sempurna, satu faktor sempurna，我们讲的 common factor 就是相同的因素，35跟91相同的 factor。OK，那我们就把 factor 给 list down 咯。OK，35的 factor 有谁？有一咯。三十五，然后二不可以，三不可以，四五跟七，所以这几个是我们的 factor 咯。然后另外的九十一的 factor 会更少一点点，对不对？一九十一哦，然后二不可以吗？因为它是一，三九不可以，四五，OK 不可以咯，六一六没有，七一七。7173211，OK，这个就是我们有的 factor 咯，没有了，8不可以，9不可以，10不可以，11不可以，12不可以，13遇见了，可以 stop 了。所以它这一边的 common factor 只有这一个数目了，OK，所以它是这样子处理的。这个第一题呢是属于 form one 的 bab dua 啊，OK，form one 的第二课来的。教我们学那个干答案倍数跟因数的，还有一个质数 number banana prime number，OK，没有第三者的幸福数目。好，来到了第二题，第二题是 integer 的题目，所以它是 form one 的 bab satu，OK，然后它要的是 p 跟 q 的 nilai，零各一格14，一看就知道是七咯，对不对？所以 p 本身等于减七咯。然后这一个21哦，因为3721嘛，七的倍数来的，所以 p 等于减七，q 等于21，答案是 boy。OK，好，然后这一个还是在 form one 的 bab satu integer，tentukan pola bagi。OK，这一个 tolak 多少？你看啊，15到减七，OK，15到减七。哦，抱歉，这个是 form two 的 bab satu。Number 99干的，OK，15怎么到减七呢？15我加8咯，对吗？OK，然后7再加8哦，1再加8咯，每个都是加8咯，所以 tambah 8 kepada sebutan sebelumnya, add it to the previous term，答案是 boy。OK，好，然后来到了第四题，第四题呢是 Form One 的 Bab 5，OK。分母必须要一样，我们才能够处理分数嘛，对不对？然后第一步呢，我们一定是 combine 那个分数的 7y，然后上面呢就是 x 加3减 x 加4，这一个跟这一个要稍微记得，减减加，这一个一错就酷了，x 减 x 没有了咯，然后3加4等于7y，然后割掉，上面剩下 e，因为越减嘛，下面剩下 y，所以答案是 apple。你看，它很清楚的，它是这样子来的。OK，好，来到了第五题。第五题呢是 Form Three 的 Bab Dua，这个是你们刚刚学不久的那年头。
OK， 所以这一题应该会来得比较清晰，该怎么做 ？OK， 好，这一个原本的数目小，出来的 index 一定是 negative， 这个谨记啊。如果原本的数目是很小的，出来的 negative 啊，出来的 index 一定是 negative， 所以我们先淘汰掉 C 跟 D， 因为原本的数目是小过1的，它是 0.0 多的。我们移动的时候在 standard form 奔动 PRY， 我们就移动一二，奔动 PRY 的意思就是那个数目一定要大过1 ，OK， 所以 2.5 亿，我移动了两位，所以 2.5 亿乘10 negative 2， 为什么 negative？ 因为原本的数目小过1。这个常常告诉自己啊，原本的数目小过1 index 是 negative 的 ，OK。好，来到了第六题。第六题呢是 Form 3的 Bob Sadu。OK， 也是刚学，而且我们费了非常多时间去学的一个课哦。什么情况下我可以动 index 啊，同学们？我们不断的提起这一个东西哦，这个东西要非常记得哦。只有在 base、assas 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动我们的 index， 等于 3m 除以3乘多少次等于81呢？三乘四次咯 ，OK， 我怎么知道三乘四次呢？Calculator 检查咯 ，OK， 这就减三乘三乘三乘三等于什么？然后或者是最简单的方法，三箭头四等于什么啊？你会找到的，三箭头五，三箭头六。我比较鼓励你用这个箭头，原因是比较快速，不然哦，有一个十个三的，你怎么办呢？你按十次，按了自己弄乱，按少按多等等的，所以当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我就把它变去这边叫一个 term， 然后这边呢就是 3m 减 4， 为什么减 4？ 当除的时候 index 哪来减，所以大个的 assas 可以割掉了，然后就减2等于 m 减 4， 然后减2加4等于 m， 因为我最终的目的要找 m 嘛，2等于 m， OK， 所以答案就是 donkey。 这两题老师特别希望说你们还有记忆该怎么处理， OK。 好，来到了第七题。第七题他要算的，他告诉我们他的 LUAS 他的 area 是576，叫我们就找其中一条线出来咯。这个是 A， 这个也是 A， let's say， 所以 A square 等于576，因为长乘宽吗？a 乘 a 等于 a square 咯，我现在要找 a 罢了，所以我 square root 576，所以 a 本身等于24， calculator 过后，然后他要算 perimeter， 你就算给他咯。 perimeter 叫周长，如果之前不懂，现在请把它写好。周长的是周围的长度，24乘于多少条线是一样的， OK， 1 2 3 4，四条线是一样的，所以答案44 16 428 96，最后答案 96， 因为我要的是周长。如果你不要拿来乘，你可以加的，24 加24 加24 加24，还是一样答案的，就看你怎么去处理。 OK， 好，第八题哦，刚刚这一个呢是 Form 1的 Bob Spolo Bob 10 Area 等 Perimeter 的那一课。OK， 然后呢，这一个呢是 Form 1的 Bob 是 Ratio 的那一课 ，Nispa 的。现在我要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相等的 ，Setara 啊到 Equivalent， 我们就把它换去分数咯，处理哦。63 49，我们看这个月减后会不会等于它，因为它已经是最减分数了。OK， 然后呢，79 63 77 49，所以它是左右一样的。所以答案是 apple， 然后我们检查其他的，会不会说有左右又一样的呢？我们看什么叫左右不一样。10 over 3已经是最减分数了，我们不动它。然后这一个呢，我们可以越减，5 8 40 5 35 8 over 3，左右两旁的不一样，它就不可以称为 equivalent 或是 setara。 nispa 或是 ratio 本身本来就可以变成分数的，所以你最近学的一课第四课 Scale Drawing 也是牵涉 Nispa 吗？ OK， 牵涉 Scala 吗？跟 Nispa 是有关系的。
所以跟你 Form 1学的这一课是息息相关的。 OK， 好，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九题。第九题看到题目这么长哦，我们通常就很少要去做了。第九题呢是 Form 1的 Bob and Nam Bersama Anlinian。 OK， 这边讲到 Ka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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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买了 M 本 Graph Book。 OK， 每一本2块2毛。N 支铅笔，每一支铅笔50 cent， 他总共给了 OK more than the amount and pay for the pencil。 这个什么意思呢？ The amount paid for graph book is 12 零级， more than the amount 就是我们 graph book 的这一个总数比铅笔的总数多12 零级。 OK， 我怎么知道呢？我就要用 graph book 的总数减掉铅笔的总数咯。 OK， 所以这一边我们来看哈， graph book 是 2.2m 对吗？ m sorry， graph book 是 m 来的，再减掉 0.50 或是 0.5 就好了， 0.5m 等于12 零级。我不要小数点，小数点我移去后面，它就等于 22m 减5n 等于120，因为每一个往后移一位，所以我也往后移一位，所以正确的答案在第九题呢是 OK cat 看到吗？22减 5n 等于120。 OK， 它是这样子来的。这一个题目这方弯的第六课 Bersama Anlinear Linear Equation 的那一课。好，来到了 Polygon。Polygon 哦，你是在 Form 1的第几课？Form 1的应该是第九课 Bab 9你开始学了。然后呢 Form 2的 Bab and Bab 你开始学完整的 Polygon， 包括两个 formula 出来了。 OK， 好，这边他说他要找的是 X 加 Y， 他是个 Pentagon。 OK， 那 Pentagon regular pentagon 表示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首先我们把 pentagon 的这一个地方找出来先哦。这一个地方是它有五个边，5-2，然后乘180，再除以5。 OK， 答案是108，所以这一边出来，这一边是108咯。 OK， 然后我要找 x 呢，就是180减掉108等于72，所以 x 本身等于72 sorry y 本身等于72。然后来到了这一边，我们都懂这一边是多少吗？这边是108咯，所以这一个也是72，所以 x 加 y 就等于72加72就等于100。哎，等一下，我也没有写错东西，我看看啊，有肯定错了，因为这个忘记除2，因为我要找 y 嘛， y 是两个， 72 除2等于 36， 所以 y 等于 36， x 等于72再加 36。 OK， 最后你得到的答案是108，答案 cat。 所以你看哦，这个三角形啊，我刚刚已经犯了一个小错误。 OK， 就算算出来，如果72加72我就找不到答案，因为72加72是144，这边124最大，所以你看都找不到答案，所以你就要检查了，什么事情错了。 OK， 刚刚这边忘记除2，因为三角形嘛，等腰三角形。 OK， 然后这一边是108，这两个是一样的，总数是180。 OK， 所以它是这样子而来的。所以你看到每一课基本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它没有一课是独立的。 OK， 它都是跟另外一课牵连在一起。好，来到了这一个，这一个呢是应该大家很熟悉的 Form 3的 Bob Digger， 这是我们全部人第一次接触的东西。 Tilaban mempunyai 12000， OK 12000啊，好 dalam account simpanan 它的这一个 4.58%， OK decompound， 一看到 compound 这个字，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找 MV 了。 MV 的 formula 我希望大家还是记得的。OK， 希望啦齁，你的 formula 应该会给你的。MV 的 formula 等于1括弧
sorry, 撇括弧。一加啊、R 就是我们讲的八仙 ，N 呢就是它 compound 多少次，然后 NT。所以依照这一个题目，我们来看看它原本的 P 是12000，我们就放咯，等于12000括弧一加，请问它的利息是多少八仙？4.58仙，我们直接换去小数点，等于0.045。给4.5除100，除100就是12，往前面移两位，所以0.045除以他刚刚说了他 compound 多少次呢？ The compound 舍掉 but 不烂，我们以一年来讲，一年除一年12个月，12除4就表示说一年他总结3次的意思，所以 n 本身等于3，然后3乘于他总共放多少年呢？他混可读啊，你看到吗？ The 2 year, end of 2 year， 所以这边有个2。所以请大家按一按 calculator， 这一题是需要 calculator 去处理的哦。OK， 就会出现一个总答案了。第11题的答案，你会得到的答案是 1321.32， 答案是 C 来的。OK， 所以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下。OK 啊，你看我们到16多分钟了啊，我们还在把它跟 A 罢了啊。OK， 所以这种题目 formula 应该会给你的，一看到 compound 就是 MV 了，把它放进去罢了 calculator 处理。OK， 所以完整的是这个啊，第11题这个是。OK， 好，来到了第12题。12题啊，它就是 form 3的 bob and bud scale factor 的那一课。看到 scale 吗？看到 scala 吗？啊，他说 the scale drawing of triangle drawn by using a scale. OK, he don't got perimeter sabana. 他要的是 sabana, actual perimeter. So that you have to find it out. OK, 所以这一个的题目明显答案啊。首先啊，你每一次看到这种题目，你一条线一条线解决啊。一条线一条线找出来的时候啊，你就要，因为他要的是 perimeter 12,5， 我还要找这条线出来呢。这条线我们用 theorem by the Pythagoras 的方法，因为它是最长的线，我就把另外两条短的线找出来，所以它等于 13cm。 每一条线请你都乘 n， 因为最后呢他要把它算出来的，所以 12cm 他要找的是 sabana 吗？ sabana 我就拿来乘 n， actual 吗？如果他要找的是 lukisan 或是 drawing， 我就拿来除 n， 这个就是 n 啊。所以首先有什么东西呢？首先有12cm 就代表乘100等于1200，再加 5cm 500， 再加 13cm 1300，所以整体加起来等于 300cm。 但是最后他要米的，所以我又换去 meter 等于30 meter， 答案是 boy。 OK， 这一课呢算是近期比较新的一课，就是比较 fresh 的，刚刚学完不久的一课，所以你的印象应该要有这样子的类型的题目，请不要出错。 OK， 13题我们又来到了这一个的我们讲的 perimeter 啦等等的 form 1的这一个啊，它牵涉圆圈 ，sorry， 不是 form one， form two 的 bublima， 布拉蛋 ，semi 布拉蛋 ，semi circle， square 等等的 ，OK。然后我们看它给我们的资料哈，它说 EF 等于4，然后 GC 等于5 ，DO 等于 OG， 这两条线是一样长的，啊哈，你看好啊。所以他给我们的资料基本上是很重要的。然后 O 是这个是 Sergi and Bud Summer， 如果4这边就是2咯， OK 对吗？因为他告诉我这边是4吗？这两条线是一样长的，所以他的 Jajari 是7咯。现在他要找的是 Shattered Region， Shattered Part 涂黑的部分，我就要用半个圆圈的这一个半个圆圈的面积减掉这个正方形咯，对吗？半个圆圈的面积呢，一个圆圈是 π
r square 或者是 pi j square， 半个圆圈除2咯，再减掉我的正方形4乘4，因为长乘宽嘛，对不对？好，这一种题目如果它没有特别 mention 它的 pi 要用在什么地方，你就直接用227。 Jajari 呢是我的 radius 呢是7 quadrature， 然后再除以2，然后再减16，请你用 calculator 一并解决。每一次写完这个出来，如果再把它跟 b calculator 解决就好了，按完上面的记得按等于才除2， OK 啊，因为它这个是乘啊，影响不大。按了除2请按等于才减16，如果你用的是我们旧款的 calculator。 第13题最后你会得到的答案是61， OK。我们用大图减掉小图，大图减掉中间白色的这个部分，我们就知道涂黑的部分有多少的面积了。OK， 好 ，Form 2的布拉蛋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来到了 Form 1的 Bab 6， Bersamaan Linear 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我们的东西代替进去。我常常告诉学生，好好的写 k 等于减2，用括号来写，加。而 j 等于8，然后接下去9 j 等于9 sorry 这个不是8，这是7来的，这不是 j， 这是 l， 9 j 等于8，然后呢就12 calculator 解决所有的。第14题 calculator 没有问题的话，最后你会得到的答案是减62， OK， 减62。好，然后来到了第15题，讲到了伊西巴杜，但是它跟伯萨马安理念有关系，所以它还是在 Bab 6 Form 1的 Bab 6， OK。 好，这一个我们来看哈，他说他有一瓶的 juice 跟一瓶的牛奶 milk， juice and bottle of milk， x 等 y， juice 呢是 xml， y 是数数来的。 Rosna 呢他买了三瓶 juice，OK， 七瓶牛奶。Jumla isi badu, the total volume will be 5710. Form a linear equation into two variables. OK， 所以这边我们来看啊，第15题很明显，三只果汁嘛，所以是 3x 哦，加 7y 等于5710，答案就是 boy。OK， 啊，老师就这么简单，其实抓到技巧哦，就这么简单。OK， 好，15题了，我们把它跟1的剩下5题 ，OK， 把它我们把它处理完哈。好，第16题，好， 16题他说 ，Jumlah isi badu ialah 175，这整个的 isi badu 是175 volume 啊，他要你找 x 等于多少，它的高度总体来讲等于多少。OK， 他要的是 volume， 所以我们就算咯。OK， 下面的是一个 cube 来的，所以呢就是5乘5乘5咯，长乘宽乘高，再加上面的这一个。然后上面的这个 pyramid 呢，我们依照 formula 是三分之一乘以5乘5，下面的这个 base 吗？OK， 它的 base 是个乘方形，然后再乘以它的高度。高度呢就是我们不懂高度是多少哦，但是我们知道 x 减5咯，高度是 x 减5。OK， 等于175。5乘5乘5呢就等于125。再加3525，这边我们很难处理哦。OK， 它一定会出现来小数点的东西。然后这边呢，三跟五乘五乘五乘五等于25，它根本就越减不到，所以我们就把上面的乘起来，就等于25括弧 x 减5再除以3等于175。 OK， and then 这一个25 x 减5除以3等于175减125等于50，7减2啊，5减5，7减2，对，7减2 5，对， OK， 50。 然后呢 25 x 减5等于150，因为这个3我们要往这边移， OK。
然后呢就 x 减5又等于150再除以25，然后 x 减5等于150除以25呢就等于6， OK， 6 5 3 4 6 22，然后 x 呢本身等于11，因为减5移过去变加5，所以答案是 donkey。 OK， x 本身是的高度是 11cm 啊，你看到吗？我们放进 formula， 这一题是有难度的。 OK， 把它处理好啊。好，来到了这一题呢，是属于 form 2的 chapter 6 solid geometry。 OK， form 2 chapter 6啊，然后我们来到了 form 3的 bab 5，这个是可能有一些同学还没有进入的。 OK， 他说 LM 等于50，然后 JK， OK sorry 啊，图画LM 等于50， JK 等于 KL， 这两条线是一样长的。 OK， 然后他说 cos JML， JML 是这边等于 cos 吗？还记得吗？学了的人 cos 呢就是 CAH 咯， adjacent 除以 hypotenuse， 旁边的除以最长的。 OK， 如果我的度数现在在这里，旁边的就是这边是7咯，所以最长的，最长的是25咯。那他给我们一个50哦， 25 怎么变成 50？ 乘2咯，所以7也要乘2，所以他原本的是14来的，14 50， 然后他现在要我们找 KL 的长度。 OK， 那我们就处理哦，50 square 减掉14 square， 然后再 square root。好的，你会发觉说当你这样子写的时候，诶，你会找不到答案的哦，那个小数点很严重，所以我们不用长的，我们用中间的，它给我们的 cos 来找这一条线。 OK， 所以是25 square 减掉7 square， 然后再 square root， 再夸色啊，昆敲夸色炉。 OK， 你会得到的答案是576，576的 square root 过后呢是24来的。 OK， 这一边我们看看啊。 OK， 所以这一条原本呢是24哦。老师他要 KL 啦，啊对啊，我还要乘2呢，他整条是48，我要一半罢了，所以一半还是24。 OK， 好，这一个题目是好玩的，你会看到说这后面的这几题都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OK， 好，这一边，这一边是讲着 bab 1的东西哦， form 1 bab 1 so， 有一艘船，有一些潜水艇 kapal selam brother， 它有这一个，它在海下面 negative 720， 所以它会有一个 negative 720米的，因为 di bawah paras laut 吗？ under the sea level， below the sea level， 然后呢它 row 深 18.6 meter， 所以加 18.6 per minute 啊，这个还不知道的， for 15 minutes， 1 minute 18.6， 15分钟它总共起了多少，然后呢它又在下降 98.07， 98.7 咯，对不对？所以呢再下降，我们再减 98.7 meter， 最后它会停留在哪里呢？你最后 calculate 这一个东西，你会得到的答案是 boy 来的 539.7。 第18题啊。 OK， 好，这是我们讲 form 1的题目来的。然后来到了19题，我们又回到了这一个的 form， 这是 form 1的 bab 6。 你看啊， bab 6是很出名的题目哈。他说 loss 是这个，然后他现在你找 label， OK， loss 是这个，我们就来看看啊，我把它抽出来旁边这边处理哈。 OK， 好，题目 2x2 减 x 减 10， OK， 然后呢我知道这一个长乘宽等于这一个的答案吗？所以表示说如果
OK， 然后哎，哦，它不是 Form 1的嘞，它是 Form 2的 Chapter 2啊。OK， Algebraic Expression 的那一个，然后我们可以把它 Factorize 的。而 x 还记得这个叉叉吗？什么乘什么等于十？一乘十咯。OK， 十乘一加或减会不会等于一？在这一边我用五二十。OK， 所以当我们出来的结果是 lx 等于四 x， 然后五 x， 然后我要减吗？减五 x， 因为它是减，然后加四，所以减五加四，所以二 x 减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x 加2，所以你看啊， 2x 减5它已经有了这条线吗？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x 加2咯， Donkey， 第19题。 OK， 它是这样子来的啊， Factorization Form 2的 Bab 2啊。然后我们又来到了 Form 3的 Bab 第一个。 OK， Sally melabur sebanyak 6000， 在一个 saham 里面八年后，他得到了8976。请问他的 kadar dividend yang ditawa oleh Sally setahun 是多少 ？OK， 哎，这个东西也是很容易处理嘛，对不对？首先你要知道他赚了多少咯，八九七六减掉六千，那个就是他的 dividend 哦，再除以八 ，OK， 我们就知道一年是多少咯，一年是多少钱呢、啊？OK， OK， 除八，八七九六减六千除八，出来的答案是，除了八过后就是372，表示说一年他拿372的利息，然后372除以六千，因为原本的钱是六千，再乘以100，你就会得到你的答案是多少%了，6.2。OK， 是以这样子来算。我们一年得到的 dividend 有多少？30分钟1到20题，同学们这个稍微要加油一下下哈。 OK， 好，我们会继续下一个视频呢，是处理 paper 2的。 OK， 就是 bahagian B 跟 C 的，不是 paper 2， bahagian B 跟 C 的。那同学们先劝告大家，如果 bahagian B 跟 C 你还没有做，好不好你现在就去做，然后我们才进入下一个视频。谢谢你们。